说，背后脖子粗，肩膀特别宽，赘肉一抓一大把，后背特别不舒服。接下来我来教你消除。瑜伽环放在头后侧，这个动作每组15次，3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练习一周后的变化，有效帮助消除富贵包、白白肉，改善圆肩驼背。女人想要气色好、肌肤好，身体排毒离不了，这是一个帮助开髋的体式，辅助拉伸腹股沟，促进骨盆曲域血液循环，帮助疏通腹股沟经络，排除体内的毒素和垃圾，美容养颜，延缓衰老。双手合十，手肘推膝盖向外，胸椎向上延展，尾骨向客厅当作健身房，让你全身暴汗的体式，始终收紧腹部核心，让脚掌抵住墙，脚跟和肩膀在一条水平线上停留20组呼吸，再缓慢地提起坐骨向上，呼气还原回正，反复动态练习20组呼吸，帮助全身燃脂，让你简单瘦身。夏季就要来了，赶紧收藏练习起来吧。30岁之后，女性加速衰老，容易发胖。4个动作轻松解决。动作一：下犬式，滋养面部，减少皱纹，促进身体代谢，美化臀腿线条。动作二：海豚式，下犬式的加强版，增加肩背力量，减少颈椎问题。动作三：大猫伸展式，美容养颜，开肩美背，告别驼背，滋养脊柱。最后一个动作一定要来到大拜式，放松脊柱，减少腰背问题。每个动作停留10个呼吸，每天5组，请关注我，早上8点，晚上7点半直播。即使身边世事再